长时间了，还没给我做出来，知道你们在搞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站住！怎么，重要人就想这么走了呀？对不起啊，曾老大，我是有急事儿，待会儿再跟你解释。别停！别停！出大事儿了！又有什么八卦了？那向总的老婆熊红在外面找了一个小白脸儿。瞎说什么呢？没点证据，我能胡说八道吗？这个视频千万不能传出去。哎，我的嘴你还不放心吗？这个秘密就是向总的老婆薛红在背地里找小白脸儿。向总，哎，来，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公司的新同事范思哲，你叫他小范就行了。小范，这是我们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叶志洲。叶姐，你好。是，忙比我还重要。那当然没有，所以我今天不就来了吗，美女。小叶，小叶。啊啊，你好。来来来，都坐都坐都坐。小范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得好好培养啊。他刚来公司还不熟悉业务。我准备把他安排到咖啡吧去实习一段时间，顺便帮忙理好。好，我来安排。这也太刺激了吧！小范有能力又有学历，我把他安排在咖啡吧，说不定呢能给咖啡吧带来新的突破。你得好好培养啊。好，向总，小范你了解吗？了解。我是说，除了工作和学习上，他生活上的事儿，你了解吗？哎，你今天怎么了？怎么对小芳的事那么上心呢？也没有，就是新来的同事嘛，多关心一下。难不成我找的人，你还不放心呢？不是，向总，我不是这个意思。乖乖，最近怎么样啊？挺好的，工作也挺简单的，一点都不复杂。那就行，你啊就是需要多实践，在工作中给自己多积累一点经验。就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丢脸的啊。我呢过段时间到时候去看你啊。记住了，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好。天哪，集美们，今天这款面膜我跟你说，买到就是赚到，而且我们今天有优惠，买一送一，而且这款面膜是我用过所有面膜里面补水效果最好的，我现在就感觉我的皮肤是在喝水，你知道吗？哎，怎么回事？怎么断了呀？怎么回事呀？赶紧检查一下。哎，老大，这马上上链接了，怎么回事？哎，你叶姐。你把线给踩着了。哦，不好意思啊。哎，你能不能专业一点啊？十万人在线直播，马上上链接了，你说你整的……行了行了，别说了，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接着播，马上把设备调好，跟我出来。还快一点啊，弄个干什么？真的是。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在直播的时候出事故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确实不好意思，主要是我要跟广告客户保持联系，所以手机就没有关静音的习惯。说的跟自己多忙似的，少在这儿戴高帽子。我告诉你啊，以后直播的时候不准再进直播间。
说吧，是不是因为什么事儿？没有，没什么事儿。可能最近工作压力有点大，再加上我没有睡好吧。哦，这嘴巴可以说谎，但是眼神不会。是因为曾心吧？没有没有，不是的。志忠啊，你和曾心都是我的得力干将。说起曾心，他是我从其他公司挖过来做的营销总监，是因为他的办事能力特别强，但由于他太认真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会忽略别人的感受。你看他手底下那么多实习生都选择离开了，但你不一样，你善良有包容，抗压能力又强，你才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上。好了，现在凭你们的第一感觉选择一下。我要那张。嗯，那我要这张。我要这张。那我要这个。行，那我们就按顺序来看，先看李好的。你这张牌呢是小阿尔科纳牌中的五芒星，代表的呢是金钱、物质和享受，这也表明你是我们这一群人中最富有的一个。突然想到了啊，小范还是学心理学的，要不就让小范帮我们叶姐还有曾老大算一算，算算他们俩怎么样。哎，他们我算过了，他们呀要有麻烦了。什么麻烦啊？你们想啊，一个爱上了不该爱的人，一个呢有想甩也甩不掉的人，这不是麻烦是什么？不该爱的人是哪个？想甩也甩不掉的人是谁呀？这毕竟啊是私人感情问题，好奇害死猫啊。哎，小范，我觉得你算得挺准的。你又怎么了？说谁八卦了？不是别人的八卦，你的。你又说我什么了？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小范。小范说，你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
你又跟他瞎说什么？我没有，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是那小贩，人家用塔罗牌给算出来的。这都是哄小孩的玩意儿，你还信这个呀？不是，那塔罗牌可神了，小贩还是学的心理学，一算一个准。你时间挺多呀，中午之前改好交给我。下午给你带好吃的，走了。好好好，我给你买。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你是我心肝宝贝，我不对你好，对谁好啊？爸，香了。香了香了，就你嘴甜。哎，先不说了啊，工作。一个小鲜肉，一个小嫩模，相中他们家，有点会玩哦。你会不会是听错了呀？我怎么会听错啊？哎，他在怀疑我的名号。我名号叫什么？千里眼顺风耳。还有，上次薛红是听了我的故事，新闻上都播了，说什么薛红当众跟一个小奶狗在街上约会，是不是？哎，你们都看到了。本来我是不大相信你，但是那个都上新闻了的嘛。是啊，说明薛红那个女的还有两把刷子。我看你呀，就是嫉妒人家薛红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不像你三分像人七分像鬼。我在上面这么一个钱薛红还闹着过的吗？我觉得呀，那还是啊，他那个老婆薛红的问题，那女人太不温柔了。你想嘛，像每个相中那种成功人士都喜欢那种很温柔的女孩噻，给她递下通孩啦，倒个热水那些。哎，你这么说可不对了。我觉得问题啊是出在咱们向总身上。你看咱们向总人又帅又多金，哎，外面多少女孩那等着呢。哎呀，薛红整天在家肯定觉得呀她配不上咱们向总。可是我听说他们已经结婚一二十年了，这要是真自卑的话，怎么还能在一起这么久啊？你们还没看清楚啊？这明显的各玩各啊，想不想吧？嗯，你以为向总像你一样啊，30多岁的年纪，50多岁的脸？我跟你说，咱们向总身体好着呢。哦，你知道？哎，哎呀，我觉得耶，还是薛红的问题。一个女人点都不温柔了，要得吗？哎呀，不是，真是他们俩都有问题。你怎么可能坚持这么多年？绝对是，我跟你说，就是向命了，向总，不是向总，就是向总，向总。是按你的想法来办就行了。慢一点啊！二王经理，大活！离婚典礼。我们向总下周会在咖啡吧门口举行他自己的离婚典礼，到时候需要我们的园区物管鼎力支持，好机会，我
们想象的那画面，应该全场相中要把你意思，那绝对是黑门有逼给你。到时候整个流程和策划，你和曾勋那边好好配合。我以为你会介意。我们做新媒体的，一定不要固步自封。生离死别、悲欢离合，都是世间的常态。我懂了，我会尽快将策划方案交给您。向总。您能不能大概跟我说一下，您为什么同意离婚？我是想了解更多一点，写方案的时候就能考虑周全一些。是我的问题。我忽略他太久了。红姐，你来了。那个红姐，那我就先去改方案了啊。不用走，我耽误不了多长时间。
空姐呢，想让我在离婚仪式之前，根据女性心理的变化，给你一点小的建议。我看过关于中年女性心理变化的相关文献，它上面说啊，在人生的前40年，主要是得益于教科书，在后面的几十年呢，主要是注视教科书的内容。直接说重点。凡事呢，事急则缓，事缓则圆。叶姐，您不妨静心的听一下，这对您也有帮助。其实呢，在那样的场合上，除了他们两位当事人之外，其他人对他们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会离婚，大多数抱着一种看热闹的态度。我今天的妆容怎么样？嗯，这感觉真的有点怪怪的。怎么？你不会这个时候想要反悔吧？我们俩可是把条件都说好了的。如果你这个时候反悔，等女儿从国外回来，我一定找你算账。我去换衣服。我们的离婚仪式没有主持人，是因为有些话我们需要坦诚相告，所以诚邀各位来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向总，跟您汇报一下，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做的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我们的粉丝量第一次突破了500万，而且我们今天卖的这套护肤品销量也是非常好，特别是那款喷雾，直接卖断货了。我估算了一下，我们今天的整个销售额应该是在1000万以上。干得漂亮！哥哥，你在这儿啊，快给我弄点喝的。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大美女。那，你最喜欢的美式。怎么这么贴心啊？算我没有白疼你啊！辛苦了吧？哎，怎么没见到叶志忠呢？啊，向总，叶姐刚才晕倒了，陈慕龙把她送上去休息了。徐总，向总，你怎么了？我没事，你怎么来了？哎，先坐着。今天的仪式，我很满意。叶志忠，我问你啊，刚才的仪式是不是差点出乱子？我记得我明明告诉过你，一定要用戒指盒，你为什么拿个拖把就跑上去了？郝文静在买戒指盒回来的路上堵车了，所以我没办法。就只能这么来应急。应急？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呀？戒指盒这么重要的东西，到今天上午还没有落实好。算了，仪式已经圆满的结束了，虽然出点小意外，但是小叶处理的还是挺妥当的。有什么事情，等我们下次开会的时候再做总结。行，我知道了，向总，那我先出去了。
调整调整，为接下来的工作做准备。这次的活动我们获得了圆满的成功。首先我以个人的名义感谢在座的付出。截止今日，仪式的热度已经突破了千万，商品的销量已经达到了3000万，为自己的努力鼓个掌吧。经过一系列的变动，我将着重考虑公司以后的发展以及规划。我将出任董事长一职，而总经理一职需要我和各大股东商议之后。很好的成绩，但我们不能安于现状，因为毕竟像这样特别的仪式我们不是每个月都有。我和各大股东商议了一下，准备在艺人方面加大这个强度。曾鑫，现在公司的艺人除了小南能够扛起重任之外， MCN 的其他艺人有没有谁能挑大梁的？是这样的，向总，公司这两年所有的收入呢，绝大部分都是靠蓝珊娜一个人撑起来的。但我觉得像他这种现象级的网红本来就是不可复制的，再加上公司之前对其他的艺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投入包装宣传，所以说经过我和各大股东的商讨，我将正式出任董事长一职。而 MCN 公司总经理一职将由叶志洲来担任。叶总，你坐中间吧。不用，我们随便坐吧。那怎么行啊，你不是最讲究仪式感的吗？你要是不坐中间，那我们岂不是都不敢坐了呀，是吧？对呀，叶总，赶紧坐吧。好。叶总，可以开始了吗？开始吧。
我们就只准备了一小段。行，那做一下自我介绍吧。各位评委老师好，我叫微微。我叫秘密，我们是微秘天使姐妹花。要说现在是大胃王也不独特了，咱们搁这坐着看他吃十分钟包子，会不会太浪费时间了？哎哎哎，过来人啊！哦，咋子了？你说怎么了？这不噎着了吗？赶紧啊！明白。你，人，好了，我的手可以360度旋转。3、2、1。哎呀！你们觉得我去参加面试怎么样？这样我就可以在我的女神面前让她眼前一亮。现在印象挺深的还是有几个人，但目前来说最具特色的还是那对姐妹花，而且我们三个都一致看好他们。那你得赶在曾鑫和小南他们之前制定一套打造姐妹花的方案，同时对这一对姐妹花保持良好的沟通。但其实还是挺佩服曾鑫和蓝善南他们俩之间那种默契和敏锐度，这方面郝文静就帮不上我什么了。哎，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一个人，咖啡吧里面的小贩。自从小贩来到咖啡吧之后，不仅咖啡做得好，层出不穷的心理测试让之前冷冷清清的咖啡吧现在成为园区里面热门的打卡点。你就需要这段帮手，你觉得呢？你一直把我看着干什么呀？我喜欢跟你说话啊。啊，我们叶总啊专程安排我一定要隆重的邀请你来加入我们公司。怎么要我做网红啊？这个他倒没有具体跟我说，不过我觉得你依据你自己的背景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依据你自己的才华你的样貌，其实你做什么事情都挺容易的，是吧？我还是算了吧。其实我觉得你可以去试一下，金陵本非池中物嘛，我这个小池子迟早是容不下你的。我本身呢也不是喜欢抛头露面的人，来园区实习半工半读，我只是想把论文做完之后顺利毕业而已。那既然你半工半读，我们这的工资也确实挺少的，你如果不想做网红可以去兼职写文案啊，增加一份收入也是好的嘛。还是算了吧。
你们两个呢，在这次所有网红里面，我和欣姐啊是觉得表现最好、最有潜力的。什么？叶知州私下里也联系过你们？糟的，果然这个姓叶的在给我们抢人，怎么办？那有什么呀？别人现在可是总经理，实在是想要人的话，我们就送他一个圣水人情就是。凭什么呀？哎，他姓叶的会什么呀？我们的人气摆在这儿了，明眼人该跟谁不该跟谁一眼就看得出来，跟着他能干嘛？哦，直播怎么讨好上司。行了，什么也别说了，我现在啊就是想让他知道，想要坐这个位置，那要看自己有没有本事坐得稳。基于上一次的合作呢，我知道你很有想法，很有能力，所以我很有诚意地邀请你加入我们公司，在文案策划这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来他昨天是来探探口风，今天叶姐您亲自过来是不达目的不罢休。我们并不是想要强迫你加入我们，只是我这个人做事的风格呢，希望对方能够看到我的诚意。我答应了，不过呢我有一个条件。好，你说。嗯，叶姐，您也知道我是心理学的研究生，我的学术论文里呢需要大量的研究对象。就可以签约了。那首先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薇薇啊，平时在我们上妆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这种皮肤干裂或者是脱妆的问题呢？没有啊，我皮肤很水嫩的，我从来不用这些补水产品。向总，你是不知道这俩姐妹花简直就是天兵天将啊，一个说话不经过大脑，一个在旁边只会傻笑，还有时候把我憋得简直想咬舌自尽了，还能不能让好好直播了？向总，这对姐妹花是我力荐的，我的责任最大。星期五之前给我一套补救的方案。叶姐，喝水。这里是健身房区域，我负责的，你来干什么？陈慕龙，我跟小范有工作要谈，你先走吧。那我陪你。快回去。哦。隔绝掉人的视觉，我们会更加专注于自己的内心。现在让我们跟着音乐深呼吸，
在你的回忆里，除了你完美的童年之外，你还想回到哪一个时刻？小情调，好刺激啊！别胡说，你给我出去！你别生气啊！你赶紧告诉我，我老婆现在在哪儿呢？已经下班了，她不在这儿。你拉倒吧！我能不知道你们同事之间都互相还当挡箭牌啊？我在公司找了一圈了，我就看见你们在这儿呢，有意思。我已经跟你解释了，他不在这儿，这是我办公室，请你出去。哎呀呀，哎呀，我还给你脸了是不是？你不就是之前那向东流的小蜜吗？啊，这刚升了职，这脾气就上来了。哦，还被人家向东流养一小奶狗。这位先生，我希望你嘴巴放干净。你给我闭嘴啊！打电话叫保安。哎，你叫什么保安？打什么电话呀？月姐，叫保安。好。哎，你给我回来！叫什么保安？哎，哎呦，哎呀，小奶狗，你这力气挺大呀，给我放开！单手弄你，还小样还？哎，你干什么？哎，我跟你说，我刚做了手术，20000多块钱呢。哎，你看，哎呀，你还跟我玩真的？你哎呀，你我这哪有啊？哎呀呀呀！你快点上来，有人在楼下。啊，大哥，你轻点，你怼着我腰子了。你这种人拿腰子来干什么？嗯，别动。哎，我跟你说了，我是你曾总监的老公。你是曾总监的老公啊？我不相信。等等我呀！你给我放开，王小帅！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不要来我公司？你刚才在这给我丢什么人？你丢什么人？我怎么给你丢人了吗？今天要不是你骗我说你在公司加班，你说怎么会出这种事儿吗？怎么，我加班就只能在办公室吗？你知不知道，
那个叶知州刚刚升了总经理，正得意呢，被你这么一闹倒好啊，好像我欠了他多大个人情似的。你知不知道他当初就是我的一个实习生，一个实习生而已。实习生怎么了？实习生，啊？你能不能不要每一次跟我聊天都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你脑子里面只有工作吗？我不工作，我不工作，你养我呀？我就是希望你能稍微再火一点。我已经很迁就你了。我上次来找你，我就怕别人看见我，我从墙上摔下来，手也摔骨折了。我做手术的时候你在哪儿啊？啊？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的生日。我都这样了，我弄了一下午，弄了一桌子的菜，我就想跟你过个生日，我就想跟你吃顿。我真贱。早知道就应该听你的，离开公司就不会遇到这种事儿了。你怎么了，小范？小范，你怎么了？小范，你怎么了？小范，报恩，报恩，帮我们叫车！医院呢？你不记得了？昨天晚上发生了一点小意外，你昏迷了。啊，那是你照顾了我一晚上。啊，我总不可能把你丢在这儿不管吧？不管换作是谁，都会这么做的。你现在好点了吗？我没事了，谢谢你。没事就好。你好好休息。我昨天是不是上厕所来着？服务的人，去年的粉丝节方案，对，今年也来做。啊，这不太好吧？而且往年都是曾老大在做，何况
我才把新人推荐的第一场直播给搞砸了。所以你就退缩了是吗？我是怕你对我失望了。没有失望，更多的是希望。我希望你能点燃上任后的第一把火。今年呢，我们的项目启动的比往年要晚了一些，当然原因很多，具体的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虽然说时间是紧张了一些，但是总的来讲我们还是有章可循的。今年呢，我想继续的沿用歌舞表演再加上蓝山南的粉丝见面会的这种方式。今年呢，本来就是网络直播的井喷之年，再加上蓝山南的粉丝呢在一路猛涨，他现在已经跻身于我们西部网红的头部之列了。所以说今年的这个粉丝节，我还是想以蓝山南为主来进行一个打造。要说这一切的功劳，还是要归功于曾老大计划有方啊。本来我今天接到的通知是说开商讨会，没有说现在就要定方案，所以我也只准备了一些我的想法，肯定没有曾老大这么面面俱到。我们公司在从传统媒体到直播行业再到网红经济整个转型的过程当中，相信大家都感受到了市场留给我们培育新人的时间是越来越短，何况这次招新人我们投入了这么大的资金，如果只是让他们在粉丝节上作为背景板出现就有点浪费了。所以我认为这次的粉丝见面会不再是小南个人的粉丝会，而是由小南来做串引，帮助新人引流，缩短新人的孵化时间，也向外界展现出我们 MCN 矩阵的全面和多能。我希望微微秘密下一次的秀就是在粉丝节上。上一次他们两个直播事故，这锅还不知道找谁背呢，还敢让他们直播？上次直播失败后，丽姐，现场已经布置好了，我再让他们做最后的收尾工作。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尿醉脚还在路上，他说最近家里面有点事儿，
什么事儿？我没问。那他什么时候能到？我现在就去催他。叶总亲自督战，身先士卒，看来我们此战必胜啊！我刚过来的时候看了一下，确实是不错啊，叶总真是有心了。对了，我还看见微微秘密好像换了新的领域啊，不错嘛，年轻人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值得鼓励啊。谢谢曾老大。哎呀，我看这塔罗牌的设计还蛮有新意的嘛。那是小范的策划。叶姐，妙翠角说他马上就到，还有一楼总控室叫你。好。粉丝朋友，现在我们来的就是我们崇视传媒 MCN 公司为大家打造的粉丝节的活动现场了。接下来就由我为大家一。在线人数怎么上涨得这么慢呀？叶姐，我们是不是跟厂商订的货太多了？毕竟我们第一次用公司的官方号做直播，很多粉丝不知道也正常。可是我已经按照叶总的吩咐，去通知所有我们旗下签约的艺人去转发了我们直播链接了。新人们的粉丝量涨幅怎么样？微微秘密吸粉很快。真美呢，上涨幅度也不错，所有的粉丝都在等待着他一会儿的那个古琴。其他人呢？其他的涨幅都不算太大。虽然在线人数和粉丝量上升得慢，但我们同时段的卖货量已经比去年同时期高很多。但我们今年的整体市场量要比往年大呀。叶总，毕竟你是第一次接手这类型的项目，我觉得做及格就不是。我们所有账号下面的评论都是积极正面的，还有，战争还没有结束，什么叫及格就好啊？行了，大家都做好自己的事儿。奥导、小江，你们俩去看看现场。好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的新晋网红真美，她不但骨骼惊奇、身体柔软之外，还可以现场教大家3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教大家这个古琴入门的技巧，让您爱上这个中国传统乐器。这什么情况啊？快快快，快去妙翠角的直播室，她老公正在闹事。对对，就是这个，说她大胃王是假的，吃完就催吐，还帮养小三儿。这评论都炸了。
请大家暂时的安静一下，听我说。我们公司一向秉承着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理念，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艺人合约都是由双方共同来拟定的。当然，我们也谨遵这份合约，没有对艺人的私生活进行任何的干涉。所以我们也是在刚刚才知道我们公司的艺人妙翠角存在着欺瞒观众和生活作风不良的问题。当然了，我们公司也有自己的规定、原则和立场。所以说我宣布，从即刻起解除与艺人妙翠角的合约关系，并保留通过法律途径的追诉权。针对这件事情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深表歉意。当然了，我们也会在以后的工作当中去重新的规整我们的艺员合约，杜绝这样的事情再一次的发生。所以说在这儿也恳请大家在及时和稍后的评论当中为我们解释一二。我们今天呢也在我们非常具有特色的情绪宣泄区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小礼物和惊喜，一会儿呢大家可以移步去那边，然后呢也可以宣泄一下刚才对渣男的这种愤怒，大家说好不好？好。爽，怎么样？爽不爽？爽。来领奖品，发泄，爽，发泄，宣泄，来。哇哇啊，好松了啊！宣泄你的情绪。来这边啊。曾老大出现的太及时了，不然非失控不可。这个园区在哪儿？好想去玩。这个美女姐姐是谁呀？这个美女领导姐姐好漂亮，也好厉害呀。叶姐，这不是说那个曾？喂，向总。哎，对，问题解决了，是曾老大解决的。我会好好感谢他的。好，叶姐，那个奥导和小江咱们就不用说了，肯定是曾老大安排好的。不过我现在严重怀疑，那个妙翠角还有那个真美也是曾老大的人。你看他们这个明摆着就是……行了，不说了。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收工吧。